大家注意看，这个男主角叫做思思小可爱，有订伊副频道的人数，实在是少到够可怜的啦。无出意外的话，马上就要出意外了，大家实在是太凶了，拢还没订起来，我伫这拜托大家订起来，内底会固定 update 直播，还有直播的精华。好啊，这期的影片就要开始了。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。耶、yeah! ！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什么夜市？草鞋墩。草鞋墩夜市。对。草鞋墩，草鞋墩，草鞋墩完，科比墩。啊，科比墩，科比墩，科比墩完，泰山墩。哈哈哈哈哈！就是下去。好了，反正我们今天夜市有个重点，我们要玩一个游戏。我们现在分了两队，科比跟芒果一队。好。然后怡平跟泰山一队，科比当队长，泰山当队长。由队长抽一个题目，然后再去抽一个相对的提示，然后依照那个提示去夜市里面买。你们买完要回来我这边，我是关主，要回来你这边。对对对对对，你要在我面前吃，然后把它吃完。啊、吃完之后你要问我说是不是这个，啊、不是的话再抽一个提示。对，然后再去吃，然后总共会有三个提示啊。如果你三个提示都没吃到，加三分钟，直接换下一题。惩罚是什么？惩罚我先不跟你们讲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当关主的原因。对。好，我们现在抽了。好，来，队长先抽。警察脚步，错了先不要开哦。好，我先开一下科比组的题目。好，这是科比组的题目。好，随便抽一支嘛。对，随便的。是吧？那什么？踢笑鬼啊，不啦，什么发酵过的？没有人在看吧？哦。好，抽一个。来，给镜头看一下。通常在铁板上，一个是 K 笑鬼，一个是在铁板铁板钉管。对，那我现在开始计时喽，三二一，开始。好 ，Go！ 地瓜球不是，地瓜球一定不是啊。地瓜球是用地瓜跟一些面粉做的，对，它没有发酵。这是什么？还是我不要你开来？铁板，哎，我帮你找到了。铁板，这是铁板吗？是算吧？是吗？是要现在吃吗？想吃吗？再看一下，我们再看一下。这是什么？小笼包？小笼包没有吧？小笼包、后面是玩具区啊。那个算铁板吗？小笼包是的，算铁板吗？算啊。好，列入考虑。蛋糕饼干，跟着小花煎包。哎、欸，我们这样子会输哦。鸡蛋仔算吗？它那个是铁板吗？它那个应该是一个容器吧？应该真的这么铁板的。不过他们这样子太好猜了，我应该答错。我觉得我们要加快。对、啊，都是他们的东西，可是没有铁板越多，他们选择哦，你对也是。石板烤肉算吗？石板烤肉也是啊，但是这也是铁板啊，还是铁板？还是我们先从最便宜的看，先吃这个，先吃最便宜的。哇，没有，因为我肚子饿。煎饺比较小份，才可以赶快再吃下一个啊。哦，得要等。这个、啊，稍等一下啊，要等一下。好，那一份大概有几克？九个，九个。煎饺比较小份，才可以赶快再吃下一个啊。哦，你觉得他们发酵过是什么？我觉得一定是收，对，一定是收。大章鱼没有啊？豆乳鸡有吗？豆乳鸡是发酵的吗？豆乳是拿去腌在里面。对啊，豆乳不就发酵了吗？对、啊，好，就这个，我要排队。好，他们有人回来，有人回来了。我买了，回来了。豆腐鸡是谁没画过？豆乳鸡啊，豆乳鸡。对，哎对，豆腐是发酵的，没错吧？没事嘛，你先吃嘛，我再跟你讲嘛，我教你们一个妙招好不好？如果有很多人排队啊，你就去跟排队的人嘛，比如说我给你买一块，买一块，我给你买一块，几块了？肚子饿。哎，你们这个有，你们有信心吗？有啊，第一个提示而已哦。偷偷瞄一下，铁板还蛮多东西的。谢谢，我帮你拿，你收下。我们赶快回去。哎，干，他们在吃了。白痴啊！我们回来了。好，等一下。对的，不错，来两个挑一个，来，我要先看一下，挑给金黄看，金黄色，刚才是金黄色啊，好，够，再煮来，双方你要吃完我才可以跟你讲对不对？要全部吃完，对啊，我跟你讲啊，我刚刚有跟科比讲，有一个妙招，就是你跟老板说你只要一颗就好，或者是你跟排队的人买，就不会吃那么辛苦。跟科比一样的回答，都是吃饱为优先的。那我顺便采访你们，这样一份九颗，
是吗？嗯，这样多少钱？55。哦，还蛮便宜的、啊。但是为什么不凑个整数，凑个十颗？师傅啊，师傅，不是，我说那个老板为什么不凑十颗了？哎，又有人回来了，又有人回来了，他们还在吃，来来来来。耶、yeah, ，我又回来了。十拉九稳了，十拉九稳，只差你这一稳了。就是我们刚才问那个老板娘说，这个是不是发酵？对，更更更了，更更更了，大口点，大口点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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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，吃完了，等等，第二个提示，快点，快点，来个，好，猜猜猜猜猜，给镜头看，勾券，来，都念勾券哦，好，去去去去去，去去去，快去快去，他们题目是麻辣臭豆腐，他们现在是要臭豆腐，因为这个提示有错，因为麻辣臭豆腐不会是金黄色的吗？吃完了，吃完了。我现在发生一件很严重的事情了。你们刚刚提示是什么？发酵过的、啊。发酵过。第二个嘞？金黄色的。出题的人出错了，他的题目出麻辣臭豆腐，但是麻辣臭豆腐不是金黄色的，所以我算你们对。下一题，快快快！我帮你写个颜色来。紫色哦。紫色哦。好。用炸的。太难了啦。用炸的，哇。这样没有哎、欸，找一下，找一下。我觉得是偶尔我也觉得是，我也觉得是。如果没有跟他讲，没有。干好远、哦，好远哦。对不对？是不是没有？我们回去问他说没有开的话，我们可以用猜的，猜对就下一题这样子。好像可以，试问一下。在这边先跟观众说一下，对不起，出题人没有出好，出题人不知道麻辣臭豆腐是白色，所以我也只能让他们对啊，因为他们吃到臭豆腐了、啊。他们提示是什么？发酵过，发酵过了，金黄色，啊，所以臭豆腐没有错，所以我不能说他们错，因为提示是错的，所以不好意思。哎，又有人回来了。我觉得我们的题目这里没有卖，我先猜猜看。好，来啊！可是我忘记你的题目是什么，你们刚刚说什么颜色？好，勾券。铁板上，勾券。好，花钱。好，对，可是没有卖啊。没有卖吗？没有卖，真的没有卖。自己去找。好了，对不起啊，今天下雨嘛，那很多摊贩都关了，不是我问题啊。好，好，第二题，第二题。哎，等一下，不是你开，是我开。等一下，一平啊。又有人回来了。哦，这个算。这是他们第二题的，第二题的题目。你看完了？我看完了。红色的。红色的。牛排。对的。耶！哎，这我的粉丝炸的嘞！他跟我多两颗，我都不要了，可以不可以少两颗？好，吃完了。耶、yeah ！你觉得对吗？你觉得对不对？不管对不对，就是炸的，因为炸的选项太多，我们先用速度取胜拿第二个。好，那就是错。来。好饿啊！那锅里的水，有时候放在汤里。哦，我怎样？西瓜汁。我不知道，烧炭，蔓越莓汁也是红的吧？感觉就不会写这么冷门的东西。啊，有西瓜汁，有，买，西瓜汁一杯。你觉得是西瓜汁吗？我觉得不是，你觉得不是？我觉得不是，但是口渴，先喝。你口渴，我也口渴了。Ultra Dash Z 三 Plus， 地表最强的 Dual Lens。哎，又有人回来了，好累哦。西瓜汁啊，红色的嘛。哇，好好喝哦，怎么没有帮我买一杯？我好渴哦。哎、欸，喝完很累耶。泰山喝饮料很快，你一瓶喝饮料也蛮快的、啊。对，你喝饮料很快啊。计时开始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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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、欸，不是哦，对，来，赶快拖一个，快，另一组来了，快拖快，我帮你们解决掉。没关系，没啥了，输赢不重要了，累了，先吃饱再说，先吃饱再说，先吃饱再说。长条状，长条状，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了啦，我知道了啦，长条状，这下面排骨酥，嘿嘿，看起来很像第一题的豆乳鸡哦，不一样，这真的是排骨，我吃一个看看，看是排骨酥，又炸的，放汤里，汤里面做什么？排骨汤，没有做排骨汤，排骨汤，对哦。他们回来了，我跟你讲，这是绝对对，一定信不信？啊，厉害厉害！哦，是呀，太棒了太棒了！哦，刚喝太多，我现在跑不起来，跑不动了。香肠一份，多少？谢谢，我给你，我给你。噔噔噔噔噔！哇，现在大家都拼命在吃那个。哎呦，都是第二题哦。快点呐、啊，这是什么乱的、哦？哎，你们两个都吃完了，同时吃完吗？来，两个筛选，赢的先选题目。剪刀石头布，好，先讲。好，你刚吃什么？香肠。答对了。来，再抽一题。我先把这个做掉。哎，这他们都是臭肠。哦，对，对。好了，再来吧。哎，换我了吗？像锅贴，像锅贴。
香锅贴。哎，该不会我们要再吃香锅贴？大家都知道是什么？哎，提示拿走，拿走，拿走，不要留给我。你们吃什么？炸大排骨，炸排骨还是排骨酥？炸排骨酥啊，排骨酥啊，对吧？对啊，炸排骨酥。排骨酥答对了，可以。哦。人生。我的，你卖很多鸡蛋哦。有刷酱，刚抽到五，忘记交了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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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小哥，用过来啊。可以拿一颗吗？拿一颗。跟你拿一颗就好，不好意思，五块。加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哎，你不要掉，你不要掉，掉了就完蛋。谢谢，谢谢。靠腰，你刷酱有两种哎，我跟你讲，刚刚我看到什么玉米烤肉，还有什么章鱼烧，章鱼烧是涂酱而已。烤肉，我们抉择了，烤肉好了，这样吧，我们点一个最快的，最快我们最快，那个很快吗？豆瓣很快吗？最快的吧，一下就好了。其实应该是煎饺，但是没有煎饺，煎饺，对，我们慢慢走一看，我们就赢了吗？好累哦，阿呆。最像锅贴的，我本来是猜是煎饺，但是这里好像没有煎饺，所以就这个东西。先吃再说。等一下，这一颗一颗是怎么来的？我问一下。人家送的。说可以，老板可以买一颗吗？因为老板说刚下雨后要不做煎饺。嗯。下雨跟煎饺有什么关系？开锅，开锅，它是开放式锅。那他可以做煎包，不做煎饺。我们去找他，你去问他。我想跟你们讨论一下，因为你们第一题是那个嘛，我还想要不要再卡一题？好，再卡了，再卡了，饿了啦。啊，因为他们刚刚第一题那个，他真的没有，所以这边再补一题。没差，我们怎样都赢他们啊！哎呦，口出狂言哦！我抽了，再一题，再一题，最后一题了。好，这有这个，这有这有，我确定这个有。三支签，抽抽抽，抽这个，快抽这个！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被惩罚，我们要被惩罚？不会啦，那你赶快开啊！我秒不开，甜的番薯，天哪，快点快点，不要再啊！快点，感觉只有地瓜球是甜的番薯，可以买一颗吗？可以先等一下再买，可以跟你买一份啊？可以先借我一颗吗？不用，先给你们吃就好了。哦，真的吗？谢谢。不用吗？不用了，为什么啊？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快！Yes，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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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小心哦！我这边呢，这边比较热闹。哎，他们在那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刘干嘛？啊，刘干嘛？也不要用同事回来，这关主很难当啦！赶快吃，谁吃完我先跟谁讲啦！哎，两个队伍，快吃！什么？哎，吃完了。好，那我要宣布了，你吃错了，他们吃对了，你们赢了，耶！你们可以高兴一点吗？他不会有反应。阿燕，反正现在泰山他们赢了嘛，现在就是给你们看，觉得是什么？好凶，我讨厌。圆柱体，有想法吗？有啊，刷酱圆柱体，我买好了，还没拿回来而已。买什么？小花米，烤玉米，烤玉米啊！你看，啊，你讲你买钱，我拢买好啊，钱拢拿好啊，还袂提上来呀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没有拿回来？因为烤玉米要时间，而且投入很慢啊，投入对还在烤，看哪个比较快啊。我们本来还有很自信的说，哎，那我们先预约一个，然后答错我们再马上再回去拿一个。有策略的，想预约。好了，比赛结束了，好不好？因为太乱，时间我也不想记了。泰山他们在赌获胜了，耶，恭喜！耶，我要公布惩罚，惩罚就是代甲马去找三个路人，请他订阅小狮汽车生活频道。还好啊，来人啊，上甲法，耶！ Yeah. 一个金的，一个黑的，请问两位要如何挑选呢？我随便，我觉得你金色没办法，我金色的，金色真的行，你就直接这样戴就好。那芒果就是黑色的咯，你确定要戴帽子？嗨，我输了，我这样 OK 吗？可以啊，我好适合你哦，真的吗？性感吗？我不性感是吗？哎，泰山，你之前长头发的时候，会不会一直用到？我觉得好痒。不会啊，哎，你不会不会不舒服啊？哎，这边这个老板呢？老板，嗨，老板，我输了。我们要不要问老板有没有那个？应该有。老板，你有帮我们订阅？我们有啊。那老板娘呢？老板娘，你有用 YouTube 吗？没有了，没有。好，订阅一下。我们是那个小狮汽车生活频道。Yes， 第一个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好。Yeah。还有两个哦，谢谢。我们先去找我们跟他买过东西，找个妹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你们找个妹啊，饮料买饮料，专业一点啊，找个妹啊。Hello， 那个
我们玩游戏输了，然后我们的惩罚是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我们是小吃汽车生活频道，可以帮我们订阅一下吗？感谢你。哎，我们一次就过了，过了，有没有？你看，老江湖五姐妹，耶耶耶耶耶，谢谢，明白。耶耶耶，赞啊！耶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成功了吗？我还多送你们一个，哎，订阅四个，真的有啊？是啊，这是谁出的？在比赛分秒必争，那 K J K 跟他们就一打一。假设我今天拿对了，我在那边吃完，他可能吃第二题了。可以跟老板说你要半根吗？没有啊，我是最小的，最小就这样而已。啊，惩罚也惩罚完了，哎，真的有惩罚哦，真的有啊，而且我们订阅四个，找到四个人，男生还是女生？第一个是男生，主罚的人还规定我们要找妹，我们就找妹啊，直接找三个。你们有个心好狠，他还跟人家击掌哎，偷吃人家豆腐哎，没有啊，我们是五姐妹，又怎么跟我打招呼？隔壁老帅，我也要，我也要，对，所以我们为了频道增加了三个女性，三个女性粉丝，一个男性，说不定等下就退掉，就退掉，没关系啊，我们达成我们的那个惩罚。好了，那今天这个不知道在拍什么的游戏就到这边，成也玉米，败也是玉米，喜欢我们一片记得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再见，拜拜。车顾问专卖您的好车，塞巴嘎克，出门在外只有圣帕斯。